化县政府为着要感谢104加105学年度家长会长热心教育、同心计划教育健全发展，九号早起特别颁发104学年度全县各家长会长感谢状，以及105学年度家长会会长的证书。县长魏明国感谢新任以及老任的会长的领导，协助学校推展校务，共同为推动教育来打拼。感谢家长会长这一年来对学校的帮助以及付出哈，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感恩的餐会感谢他们对教育的付出协助我们校长来推展校务，那也感谢新旧的会长，我们今天来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来互动，听听大家对教育的一些建言。家长会一向都是教育重要的角色，亲像讲对学校有形资源的补助，以及联系学校社区的关系，都是多少学校有正面的贡献。非常感谢我们魏县长一直对我们各级的学校，还有对我们家长委员会，还有对我们学校的环境以及设施一直在改善，然后一直在协助我们学校来一直来推动一些教学，还有一些教务的工作。教育是文化延续的工程，更加是辅助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建设。社区、学校、家长三方面密切的结合，才可以推动教育继续的精进。家长会长期支持县府推动的教育工作，更加可以提升中华的教育品质。公益频道林俊明回答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